你带走我唯一写过的情书。这么不乖啊？啊？嗯。快点起来，我要买早餐。嗯，好了。我不做医生很多年了，问我不准。啊，最好是了。哎，我实在很好奇，你到底买了什么？山药、莲藕、秋葵、高丽菜、蛋。哎，你说这些全部包成一锅粥，养胃会不会快点？但是他好了又要把我赶出门，我实在不想每次都是他病了我才进的疗房。可是电话你也能放闪，你真行啊，高师德。你真的有够可爱。哎，有空过来，让哥好好疼你啊。嗯，拜。有事吗？没事。初一起来吃点东西，吃完要再睡啊。初一起来喽。小书童起来喽。小书童，快迟到了，赶快起来。今天的教授是杨玉腾哦，他很喜欢当人哦。随便他当了，再睡一下。这么不乖啊？啊？嗯。快点起来，我要买早餐。嗯，好了。顺顺一下。都没关系。你也想回到那时候，对吧？